Quando a bucha é de girar.用电脑做的，照着电脑做啊。目的是就是要让一台 NX 控制用那个蓝牙无线电控制另外一台，然后让使另外一台动。所以光芒，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在控制的时候，因为搞不清楚先后顺序，所以动不了。然后我们最后是，知道先宣传的那个人去控制组之后才解决这个问题。